IMAX 的影迷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龙，我是刘烨，我是景甜。五年前的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？我知道的不多，但你们都在场，咱们现在好好聊聊吧。我等这天等很久了。我在片中饰演的角色是酒吧老板武江，这个反派角色充满了神秘色彩。我可以杀点人质啊。现在强攻的话，人质很容易造成伤亡。让我再谈谈。你谈不下。我在片中呢，饰演成龙大哥的女儿，一位非常叛逆的女生。爸爸，你要小心点。给你十秒钟开枪。你要为你做的事情承担后果。与成龙大哥拼武功，拼智力。12月24日，一起去看 IMAX 3D《警察故事2013》。知道为什么要活着吗？为了真相，我必须要抓你。12月24号，记得看。警察故事2013 IMAX 3D 版。安全吧。IMAX 让梦想更真实。IMAX 让梦想更真实。